干了，不会的话，妈妈教你好不好？好，宝宝，你看一，就是一个点，对不对？一加一等于多少？一个点加一个点，现在几个点？有几个点了？等于几？等于没有了。你猜一猜，现在有几个点呢？下面几个点？好，所以是不是这个加上这个，总共有两个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加一等于二，这样懂了吗？懂好，那如果现在变成一个点加上两个点，你看啊，现在有一个点，再加上这里有两个点，对不对？现在总共有几个点呢？等于几？数一下，宝宝，一个点再加上两个点，现在总共有几个点？1、2、3。所以1加2等于？没有。等于几？妈妈问你，你告诉妈妈1加2等于几？来，宝宝，1加2等于几？1加2等于3吗？来，宝宝说，1加2等于3。宝宝，来跟着妈妈念三遍。好了吗？宝宝说，1加2等于3。1加2等于3。再说一次，1加2等于3。宝宝会了吧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再加一个，现在一个点，然后再加上三。三角三，对，现在总共有几个点啦？一加三，现在有几个点？一加三等于？等于多少？我们来数一数，这是几？总共有几个点？这里有一个点，这里有三个点，总共几个点？三个。数一数。我的电脑里有没有这个？你数一数。我的电脑里有这个哎。对，这个是 question， 就是问题。答案是什么呢？可以告诉妈妈答案吗？来，现在总共有几个点？1加3等于。等于几？你可以告诉妈妈吗？来，这里有一个点，这里有三个点，加起来总共有几个点？数一下。1加3等于。等于，是不是1、2、3、4？四。对，来念一遍。1加3等于4。好，再念一遍。1加3等于4。好，那妈妈现在把这个三再加一个点，变成四。九个大字。好，现在是一个点，再加上四个点，1、2、3、4、5。对，来念一遍。1加4等于5。好，来你念。1加4等于5。好，再一遍。1加4等于5。好吧，都会了吗？都会。我们最后一个好不好？好，现在妈妈把这四个点再加一个点，现在有五个点了，对不对？对。1、2、3、4、5，现在五个点，妈妈把这个改掉。那现在一个点再加五个点，总共有几个点呢？
数一数，告诉妈妈，现在有几个点？现在总共几个点了？一个点，再把五个点加起来，总共几个点？五个。数一数，这里有五个，再加上这一个，是几个？一。总共呢，全部有几个？一加五等于六。好棒啊！来，再念一次。一加五等于六。好了，都会了，真棒！宝宝真棒，亲亲宝宝，宝宝亲亲，你好棒！你是妈妈见过最可爱的宝宝，怎么这么可爱呀？你想不想画这个？不要画这个。我这个那个挺干净。舔正面的。嗯，好啊。你舔正面的。妈不舔啊，小朋友才这样子做。妈妈直接吃上课。不可爱、啊。有多小口小口慢慢吃吗？当然，小口小口慢慢吃啊。妈妈有小口小口慢慢吃啊。我看看你的真是脏了。没了，妈妈吃完。哪一个？嗯，不可以吃太多了，妈妈不吃了。你要不要分一点给妈妈？真的吗？你要分哪一个给妈妈？真的要分给妈妈？是啊，谢谢宝宝。真行哎，这么爱吃的狗还舍得。嗯，好好吃哦，好吃吗？好吃。那也舔一舔。我们照不到你们，过去一点。我吃完了。嗯。我吃完了。吃完了，好妈妈，开始吃。你要边照边吃吗？